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 赵天慧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能来这儿吗？怎么了？我打扰到你了？对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过来喝点咖啡，顺便看看老朋友。我们之间无法做朋友，是因为严谨吗？ 就算我现在没有跟严谨在一起，我也不想跟你有频繁的联系。说的再清楚一点，如果不是因为战宇的案子，我根本不可能留你的微信。服务员，帮我点餐。你要点什么？给我来一杯椰加雪菲。 欢迎光临，先生您好，来了。怎么想到来这儿吃吧？你还记得这儿啊？当然，成为武警特战队员之后。 第一次放假回家就是请你在这儿吃，你这个人死要面子，当时那么穷还非要请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，再穷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，不然我让你千万不瞧不起。哎，我不喝酒，开车了。叫代驾。我真不喝。这样，我以茶代酒，祝贺你啊！ 终于要当妈妈了。但愿我还有这个机会。那顿饭，没想到我会带他一起来吧。其实我当时没跟他在一起，带他来就是想刺激你，以为你有了危机感就沉不住气跟我表白了呢。结果你可倒好，全身而退。 连争都没争，人家李海鹏各方面都比我优秀，家庭也好，跟你门当户对，那
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但是我不能拿什么跟人家争。那你就没发现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他。你当时但凡要争取一下，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孤家寡人的局面。 跟我出来一趟。 你这几天不是给我发微信，就是到店里来盯着我，你想干嘛？想追我？ 我发现你这个人说话还是心直口快啊！我给你一分钟时间，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，以后就别再来似水流年。你真的想好要跟严谨结婚了是吗？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我爸问我吗？说真的啊，我劝你再慎重的考虑一下你跟严谨之间的关系。 你见义勇为找嘛？是。严谨现在虽然一审释为释放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逃脱嫌疑啊。小欧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。谢谢你对我的关心，但我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我的私事，与你无关。严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 我想你从来就没有看清楚过，你有倒是看得很清楚。最后不是也是分手了吗？行，小欧，我了解你，你一旦不爱了，你永远不会回头的。而你一旦爱上了，你也会不顾一切的义无反顾的去爱。可是如果你爱的那个人，他真的值得你去爱。 我一定不会站在这里说这些话。严谨他那个人，好，打住！赵天魂，作为你的前女友，我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刘伟被排除之后，你压力非常大，你无从下手，你心里着急，你可能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，甚至连家都不回，因为你脑子里时刻都在想，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。 因为你以前痛苦的样子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但你从来都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我看到你，我有多难受。你即便都那么痛苦了，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找我。或许现在的局面，只能让你从严谨下手。 是我拜托你，庭审上的誓言已经充分的证明严谨不是那个清洁工，请你不要再盯着他不放手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那个誓言存在漏洞呢？ 那你告诉我，漏洞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没有纪律，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案件的细节。你没有真凭实据，就不要胡说八道。
告诉我，周一的时候你跟严谨在一起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根本就没跟他在一起，而且他也不会告诉你他真的去哪儿了。但是我知道。严哥，季老板呢？好像是和赵警官出去了。小五，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严谨他有很多事情他都骗了你，他并不值得你去爱。现在有新的证据显示，他不光涉嫌杀害了战玉，他还涉嫌在六年前杀害了自己的好兄弟孙家玉。你爱的人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。你以为说几句骇人听闻的话就会颠覆掉我和严谨的感情？赵林辉，你也太把爱情当回事儿。也许你忘了，我和严谨这一路来就没有过风平浪静。严谨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，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，我这儿看得很清楚。严谨是我的未婚夫，关于他的一切事情都是我的事。好久不见啊，赵警官。哼，严谨啊，确实好久不见了。我看赵警官最近好像不怎么喝茶了，爱上泡咖啡馆了。有问题吗？泡咖啡馆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老逮着我媳妇儿的咖啡馆泡个没完没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赵警官是对我媳妇儿不死心呢，还是对我不死心啊？战宇的案子一天不破，我一天都不会对你死心的。要是专案组的同事真没什么事儿，可以盯着我，我要没什么事儿也可以陪你们玩玩。但至于季晓鸥，我劝你还是放下吧。放不放下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咱们俩也算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了。6月6号请你喝喜酒，我特意为专案组的同事们摆了一桌，一定要过来捧场。这也没几天了，严总，你可真够着急的。你是真的以为自己能笑到最后是吗？没准这婚礼的日期还没到，你的好运气就用光了。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。当然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去逃避你的责任。事实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，我这个人不适合婚姻，就算跟你在一起结果也是分手，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做个朋友，还能出来喝个酒聊个天。但你今天连酒都不喝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老程，这些年过得开心吗？过日子嘛，有周爽和浩浩在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你呢？那天领养申请批准的那一刻，是我这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候了。自从做了律师，就没什么真的值得开心的事儿了。其实我挺后悔做律师的，做得越久经历的案子越多，就越发现有时候真相一点都不重要。如果真相只能让你感到绝望和痛苦，还不如闭上眼睛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真相一开始就不说，以后就越来越难开口了。
你桌上那份报告我看了，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这绝不是咱们的散伙饭。最近学习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不上不下的。这次期中考试考了第十。第十好啊，一般考第十的将来都有出息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要告诉他姥姥姥爷，他们俩非高兴坏了不可。哎，回来了，这怎么还买上花了？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花店搞活动啊。啊，路过花店打折，给你买了几只。真巧了，你看严慎，他今天过来送请柬，他也买了花。严慎，你这花是真的好看，你这也好看。你要是喜欢，回头我让我开花店的朋友每周给你送一次。
啊，不用不用，那多不好意思。你客气什么呀？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煮碗饭。严婶，你吃饭了吗？我也刚好没吃。行，我给你也拿碗筷，你们俩一起吃。在办公室睡着了，手机静音没听见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啊？我今天休息啊，你过糊涂了。他这两天脑子一团浆糊。我看你从出院就没清醒过。那得去医院复查了。没错，去看看他脑子里是不是装了豆腐呢。哎，伴娘定了吗？啊。本来是想订方妮雅的，但她大着肚子不方便，最后商量的是我。你也挺好的呀，小姑子当伴娘天经地义啊。这要是你再抢个什么手捧花，那你今天就能把自己嫁出去了，是不是老程？啊，是。喂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出来。你们俩先吃着啊，我出去取个快递。到底网上订了点烟台的大樱桃，他们都说这家可甜了，我洗点给你们俩尝尝。好啊。小爽，我还得回律所要开会，先走了啊。哎，那你等一下，我洗脸给你带上。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干。不用了，我赶时间，先走了。那你慢点啊。走了。
你不送送人家，你真是的。这樱桃看着不错，那你吃完饭尝尝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，菜都齐了，就差你了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，为了我又犯什么错了？那我可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大错，就是想你，爱你。房产纠纷案调查取证工作已经完成，基本上确定是中介违约。李明先生的离婚官司定于下周一开庭。昨天文峰公司的负责人来电话说，决定撤销诉讼，私了解决。严律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这两天大家都辛苦了。放假，严律，您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？趁我反悔之前，赶紧消失。每个人都有，来沾沾喜气。谢谢杨总。夏天就要到了啊，大排档越来越忙，大伙儿辛苦了啊。月底每个人都有奖金。好了，大家都忙去吧。哟，小陈来了。
程副支队长大驾光临指导工作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我来的是不是点儿不对啊？后厨还没上班呢吧？刚给大伙儿发个喜糖，你来了，咱们随时开火。楼上包间方便吗？包间？有啊，走。慢点吃。你是多久没过来了？是有一段时间了。你是不是换厨师了？感觉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厨师可没换，我看是不是今天心情有点乱吧？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说这段日子啊，你老躲着我，就是因为这事儿啊？不，你以后怎么让我面对周爽跟浩浩啊？不是，不，你不是跟我出难题呢吗？我知道，你从前跟严善有一段未完的感情，但你已经结婚了。不管怎么着，嫂子对你还不错吧？你俩怎么能干这事儿啊？谁先主动了？他，就算他主动，你得把自己控制好了呀！你这么一配合，问题不就严重了吗？哎呀，你俩真是我祖宗！这照片他拍的。逼你离婚了吗？行了，他的思想工作我来做，你也得好好反思一下。这段日子不要见面，也不要联系，除非你俩死了心要在一起，咱们再另说。还跟我这装呢？我装什么了？难道不是你让严晨这么干的吗？我压根儿都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时候看对眼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事儿，那你说什么？收买张国强的事儿，知道吧？看那样子肯定是知道了。谁告诉你？谁告诉我的不重要，严晨已经跟我亲口承认过了。承认什么？他说这一切都是你让他干的，与他无关，更与沈丽妍无关。没错，是我让他这么做。你们兄妹俩互相包庇，把我当傻子吗？啊？你不是傻子吗？你给我说实话，儿子是不是你打死的？程瑞敏，30年交情，我是什么人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人心隔肚皮，你既然对我隐瞒一个秘密，就有可能隐瞒第二个。是什么事了？这不知道，要不要报警啊？关键是警察在这儿，报什么警啊？确定先忙去吧。啊！
10天以下拘留。你敢？你吃了我那么多饭菜，你账还没结呢。有段时间没练了吧？水平下降不少啊。我那是给你面子。哎呀！啊！啊！福儿啊，起来！跟我回队里。把6年前的事说清楚。走啊！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好好怎么成这样了？哎，没事儿，哥俩好久没亲热了，比划比划，过过招。老王，我跟老程出去办点事儿，你把里面收拾一下，别耽误生意。哎，好好好，真没事儿啊？没事儿。为